拜六特别选举咯，也唔过哦，台东里的红头树最近哦，因为天气无好，飞林机个客轮拢取消，加在今仔就安排一只客轮会当甲选票送去咯。另外，台东哦有三个投开票所，因为人口结构，这三个所在哦拢是一个人一个投票箱，所以一开票就知影向投何向咯。加一箱一箱选票送去的船顶，过过两天就被总统甲立委的选举。台东里岛兰斯最近因为气候无好，飞机甲船连续刷取消，那民众无法度回乡投票，选票的运送嘛欠真久。好在在选委会紧急协调了后，安排一架客船，十一早起总算一旦把选票送去兰斯。所以今天至少这个有加开这班，所以赶快来啊！对，你是第一次手投吗？第二次吧。第二次了哈。其实投票还是很重要的哈。对对。离岛地区本来就是天候的因素，会影响很大了。刚好这几天的风浪又很适宜航行。台东唔但有离岛，还有山地乡。选委会表示，因为人口结构较特别，全关236个投票箱，有5个票箱干那一张选票，其中立委选举出现3个票箱，各干那一张选票的情形。选民到后向开票了后，谁知等于有5个符合这个异动的标准，但是我们只有2个他同意异动，3个投票所他虽然只有一个山地原住民哦，他但是他为了考量他投票所的方便，他不同意我们异动。选委会指出，台东有的选区，敢若一个平地原住民，也是一个山地原住民，也是爱些投票箱。5个选民内底，3人维持伫原投票所投票以外，另外2个人烦恼投予谁会予人知，同意去附近的投票所投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